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影片主题呢，要来介绍一个全方位开局的角色啦，就是吟游诗人这个职业。好，那我用盖尔来做介绍。首先，吟游诗人呢，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好像是单纯辅助型的，但实际上玩下来的话，它会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是既能打，好，又能补啊，还能骂人，好，降低对方的那个豁免点，那也可以提升我方的豁免点。或尤其是在说服，或者是在跑图的时候，吟游诗人的存在感超级高，好，可以说哪里都有你啊，好，建议各位可以实际观看看，感受一下他无处不在的吟游诗人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做介绍吧。首先戏法戏法的话，戏法的话最常用的是交友术。然后二底基线，那如果你跑图的话，法师之手，好，这几个都可以。好，法术的话回血，然后动物交谈，然后雨落，这三个算是最常用的。然后剩下一个的话，你可以选雷鸣，好，把敌方推进去，好，推进去悬崖里面，或者是英雄气概。然后获得临时生命，好，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。好，初始乐器依照你自己喜欢的音色，好，我是选择鲁特琴。好，我们特性的话会获得一个多面手。多面手的话，会让我们其他不擅长的属性检定上会提升。那你再搭配上，到后面会拿到一个诗人的激励，好，属性提升会更多。好，然后休憩曲这个的话，可以让你可以多休一次，好，多回50%的血。好，法术的话，这边我们选择英雄气概好，这个不血地狱，不血地狱这个必中，就算豁免还是会受到伤害。好，接下来是分歧点。那我这一周目的话，玩的是这个勇气学院，就这一个，这个很重要，它可以获得一个 ED6 的加值啊，也可以那个减少对方。哦，也还可以骂人，哦，可以减少这个减值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到二了。二的话呢，我选的是敲击术，好，那或者是粉碎音波。如果你有盗贼，或者是你有其他开锁的，就选粉碎音波，这个存在感超级强。好，那粉碎音波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范围，它范围很大，而且是范围型的。好，即便你豁免成功了，一样会产生伤害，而且这个是雷鸣伤害，雷鸣伤害在打一些特殊物体的时候，尤其是探测球的时候，非常强。好，戏法克敌机先，然后法术，哦，回复术，或隐形术，哦，这两个我是选回复术。好，专场加血。好，职业特性，这里就到 ED8 了。然后长修或短修会恢复激励点，然后法术，然后接下来到三级，三级的话我选择是这个守卫课文。好，这个守卫课文的话呢，它可以依照你的需求选择不同的，那它范围是很大，你可以先放。然后敌方踩进来的时候，就会产生范围伤害，这个也不错。
这边会获得额外攻击，然后以及这个、反魅惑。反魅惑的话你可以战斗一进场的时候就用，有时候遇到一些那个什么 鸟妖、它会魅惑你的、那个的话我觉得蛮好用的，那平常用不到。好，接下来到一样是三级嘛，这边我都不常用催眠好了。然后到四等，四等的话我最常用的是这个行动之炉，开场就先放了。那如果你是要帮盗贼去那个偷东西的，也可以选高等的隐形术，这两个都可以。好，专场，专场的话这边可以先选战地施法者，后面会用到，好，或者是单纯提升魅力，这个两个都可以，好，看你怎么去选，到后面的话会用到战地施法者。好，法术的话就群捕或者是解除魅惑石化震慑，但全普通常比较实用、好，这边会再获得一个 ED 10的精通十人激励，然后变更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说服，主打说服或威吓，这个在跑图的时候超容易用到。好，戏法没什么差。好，法术，好，辅助型的物元素，然后魔法秘密，到这边的话会有一个蛮好用的，好，招雷，招雷每个回合都可以用，然后大范围的冰风暴，这两个。好，那给各位看一下招累，招累的话你可以生还，生还的话它就到50，那一样每个回合都可以发动。那由于你搭配了战地施法者，好，战地施法者可以先走，那相对而言你就不容易被打断，你的检定判断就会高的。然后冰风暴就不用讲了，范围最大化，然后这样好了，然后敌方踩过来的时候还会滑倒，非常的好用。后面我们可以选传送门，好，法术这边后面我都没有用到，敲击术可以学啦，有时候遇到一些门，他的那个判定特别高，那种二三十的，你就直接用敲击就直接把它解锁，但用卷轴也可以啦，所以到这边配点就非常灵活了。好，四波隐形也可以，好，战地施法者你可以先点没关系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，主要都是为了这个招累，那这个招累的话是由于才三环，你可以一直放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会浪费，那大范围占卜，但有时候你会遇到敌人是有抗性的，那如果你是主打招累的话，你可以选择选元素导师，然后选择元素抗性，这样子就不用担心你的抗性会被减低，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玩法。那补血的话又有群补，然后搭配上一些上状态的剑刃防护等等的，这个都非常的好用。那另外再用法术恢复位，这个都蛮强的。
那这个同样也可以生还。然后私人的激励，在对话的时候这个可以主要使用。然后防止魅惑，这个可以放着，你人不用跟着走，它会在范围里面，你都可以听得到音乐，所以玩法非常多元。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说服专场加12，基本上你只要对话的选项派它出去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觉得是超适合开局的，有一个最大的对谈点就不用担心了。好，以上呢这一次吟游诗人的配点介绍就分享给你，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祝各位开局顺利。那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大家拜拜。